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来学习一个 Excel 表格如何快速填充序号。下面我们打开一个 Excel 表格，就像这个序号一样，一到十或者是更多。首先在要填充序号的单元格输入一个数字，比如说一，然后将鼠标移到数字的单元格的右下角，当这个鼠标呈小的十字状的时候，拖住往下拉，拉到我们需要的数字为止，然后点开这个下拉小三角，里面找到填充序号，它就会自动填充序号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